这回一定要上紧，然后不然会松动。插头和连接起来，相当于是一个连接线，连接好之后，它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个控制这个。然后这个它就弄，就通过这螺丝把它再凝固起来。高度可以，到合适的角度，高度也可以，随便调。金钥匙那个连接器放在这个电机这块，那个卡键，然后这个固定在这个电机上面，然后再拿这个锁紧螺母把它卡紧锁住。OK， 上紧就 OK 了。然后下一步是，这个是那种进料口那个后面那个蒸发瓶跟蒸发瓶相连接的一个管道，玻璃管道，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卡槽的后电机这个后面，再用这个锁紧螺母把它固定住锁紧。然后下一步是装这个进料口，这个四通瓶子。现在可以感觉它这个可以让我这个倾斜一下。旋转这个松开，然后旋转这个托。这个引擎起它的零作用。这个方向要放对，这个是真空接真空的管道，不行，放上。
好，不要上去，拖住。键把它连接起来就 OK 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步连接咱们那个中华屏，中华屏是跟这个进料口这个口连接，通过模口连接好之后，也是同样的通过一个卡键把它卡住，主要是起一个紧固作用。接下来就是选择一阵其他的安装流程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下一步要不要测试一下？